优雅人生，约小资讯，我是佘诗曼。每天洗牙，好像今天早上我有洗头啊。我没有计算过洗多久时间，我感觉干净就洗完了。来说，因为平常会染头发啊，那头发会比较干一点，所以会用一些滋润一点的护发的产品。那我的发型师他叫我涂一些椰子油。在头发上就会滋润一点，尤其是我们常常吹头发的人头发很干。试试